Hello， 我是 Lucky。咁 PND 啊，依两分钟前咧就讲呢、這个连日之牙膏嘅新闻系王子 Crossover 咧，长情开吹系终于有啦。OK， 即系几石机咧，我哋一齐望下啦。好紧张啊，系几石机咧？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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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未有？未有，有啦。OK， 魔法石七个，依七个、哦、正、哦，七个 ，yes， 七个。哇，咁七个即系同我预想嘅十个系，真系算系少咗三个。哇，对我嚟讲算系，即系算系 lucky 啦。啊哈，七个就梦球王子呢、這个 crossover 嘅抽蛋，哇，正、哦。睇翻先，当时咁我嗰时系做过呢个问卷调查嘅，六天前。咁睇翻先，哇，有成44% 人系答中咗，系七石机，系估中咗，劲、哦、你哋贴神、哦。貼中曬喎，黐線，犀利喎！咁啊，44% 人係答中咗嘅，係貼中咗嘅，犀利犀利。咁睇下先，仲有啲咩先？仲有進化情報開出紀念，咦 ？skin 種係國光啊 ，skin 種係國光，八星限定唔係八星確定20蚊，唔係20個包。睇下先，睇下個交換鎖先，交換鎖喺呢度，邊度咧？哇！呢件係3嚟交換鎖，誒睇下先呢度。交换所系送衫，送猛禽王子嘅 U17 嘅呢个外套，防绑封印耐性手指，嗯，技能系一个威吓技还好。交换方面系八星可以换嘅，咁五只咧系月池龙马啦，织布景吴杏川精屎正，不二周座白石壮之戒都可以换嘅。咁因为呢个国光咧，首宠国光系。skin 宠啊，咁 skin 宠冇得换嘅，都 make sense 啊，咁系八星宠五只可以换嘅，哇好多下喎、啊、喂，咁睇埋先，翻转头先，咁另外其他 camping 呢度睇 camping 先，好咁就 up like 活动25号 up like 就会送个七星嘅必中，即系必中抽蛋咁啦，咁七星八星加埋几多只啊？六加七就13只，好。睇下先，呢边识字呢啲就唔关我哋事噶啦。睇下先，开出纪念应该就咁多啦。咁我哋望一望咩先？即系能力方面嘅详细嘅出觉醒啊，系啦，出觉醒进化 skill 我咁显示嘅。OK， 咁龙马出觉醒系10C SB Plus 加埋 L 字咁嘅。咁正路都系拣10C 噶啦，我谂就其他都冇咩特别嘅。好，咁睇埋国光先。国光系 SB Plus， 然后读耐性，再者系云耐性。咁都系 SB 或者读耐性多啦，我谂都系好。咁不二周座就系 SB 7C， 哇，47C 啊，哇，47C 无限贯通 ，OK。好，咁然后呢、这个乾干字就 50% 以上强化嘅。SB 50% 以上强化之斗，嗯，好，咁再下一位伊姆森斯，觉醒系 S， 唔系觉醒系超觉醒系7C， 诶，魔贯通兼且系追打嘅，咁都系7C 居多噶啦。不二御胎 SB 魔贯通同埋 L 字，我谂都系 SB 居多啦。千石清纯系啦，啱啱搞错个解像度添。是10C， 都是10C 居多的了。 OK， 那就清纯啊。好，看看阿九尊人先 ,SB 7C 和哇暗串烧啊，哇那都几癫喎，玩暗串烧。今天五个串烧啊，相识串烧。但都 SB 和 7C 居多啦，我想都是。那织布景吴八星宠 是 SB 7C 和独耐性。咁我谂都系 SB 或者独耐性，其实三个都唔错嘅，三个都劲嘅，三个都几正喎。今次呢个色其实就忍足玉屎，咁系 SB 10C 贯通贯通 SB 啦。日吉药就六星宠就都系 SB 噶啦。我谂呢一只玩转队长嘅话，杏川啦，杏川精屎。6SB 系啦，6SB 或者三个 two way 或者系个潜伏耐性都唔错、哦，不过光车嘅话都系 SB 居多。咁然后真田元一郎睇下先 ，SB
貫通無效，哇正喎、啊！貫通無效啊，咁正啊！哇啱火隊喎、啊！呢一隻達新關啊、四次元都係還好。柳蓮二就睇下先 ，OK S B 十字十字正喎、啊，三十字喎、啊、，OK 堆火力用啦。咁啊，人王阿芝呢個變身後好。变身后真系冇出过声，咁然后远者文泰就系、是、都系 S B 啦，系啦 S B， 然后就七 C 火串烧，嗯，咁都系六星重都系还好啊，咁啊次元赤也 S B 50% 以下强化，咁应该系强化好用啲啦。好，咁系木手永四郎十 C 十 C 出个醒系 S B 毒耐性云耐性，都系 S B 或者系毒耐性啦。暗属嘅毒耐性好似女帝都有嘅，都 OK 嘅。田人智慧，都系还好六星嚟讲。白石壮之介啦 ，OK 呢个靓仔就三七 C 无有贯通又得，四 S B 又得，光队。咁無限貫通都啱打新關嘅，我諗哇都勁喎呢個白石壯之介。咁 last 一位遠山金太郎，出個醒係貫通毒耐性兼且係防風條。咁我諗係貫通就好用啲啦，火力嚟講。好啦，咁就係以上嘅出個醒嘅公佈啦。好啦，講翻先呢個抽彈方面咧，咁 skin 重係國光啊，首重國光。咁呢个正式嘅 crossover 时间系10月25号星期一嘅9点到11月8号星期一嘅9点，为期两星期嘅合作啊。咁系七社机啊，咁系最尾 show 系七社机。咁嘅话咧，七社机嘅评价又唔同咗啦。咁应该会再高啲啲啦，系啦，七社机嚟讲，今次啲角色系都几有趣嘅。因为是多个新的进化 skill 啊，咁成件事系抵玩咗啲啦。咁睇埋个进化情报，咦？呢两个嘅，哇！依搞咩啊？依你系咪又出错嘢俾三本闹啊？睇下先啊。咁呢一啲啊进化情报，同啱啱睇嗰啲好似都系分别就唔大嘅。咁只系话俾你知系点进化啦，都系用啲宝石、宝玉啊。咁就新嘅网球王子嘅啲图咧，喺边啊？喂？好咧，阿姨话想介绍呢个手冲国光嘅呢个 skin 嘅猪系咩样，但系冇图嘅，冇图 ，hello 冇图。咁然后 last 一个就系呢个 camping 啊，呢个 Twitter camping。OK， 咁就系呢个梦球王子嘅 event 啦。咁再者梦球王子嗰边方面咧，喺呢个 anime tour 即系日本嗰啲动漫店咧，系有特典嘅咩嘅。OK， 都系唔关我哋事噶啦。哇，都几靓喎！呢一啲系啲商品啦，周边商品。好啦，咁就系今次木球王子嘅最终嘅呢个资料啦，即系几石机兼且系呢个边个 skin 重同埋交换所咧，都系全部公布晒。好啦，咁最尾系决定系七石机嘅。咁七石机抽唔抽好咧？咁角色边只大奖边只劲咧？咁我都会喺即系呢个星期六日就会即系整好啦。评价一下，然后再讲下抽唔抽好。但同一时间系打紧啲关，呢个死人时空咧又系好嘥时间嘅。咁希望可以尽快即系整到呢个先啦。木球王子始终 PND 系抽蛋 game 啊嘛，咁梗系抽蛋重要啲啦，系嘛？咁所以我系会尽量整咗呢个先嘅。好啦，咁条片就到呢一度先啦。咁中意条片嘅，希望可以俾个 like 同订阅我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